2015年6月4日，净空老教授应邀在剑桥大学著名的联盟讲演厅进行介绍佛教的演讲。本次是老教授首次正式向剑桥大学介绍佛教。在老教授入场的一刻，全体学生和华人华侨代表自发起立，恭敬称念阿弥陀佛圣号，场面感恩。牛津大学和杜伦大学的代表特别向净空老教授表示感谢，感恩老人赠送四库全书、四库会要于两所大学。接着老教授侃侃而谈。尊敬的诸位大德、诸位老师、诸位同学、诸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来到与世闻名的剑桥大学，与大家一起讨论传统文化教育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啊，记得10年前，2006年，我到贵校来参观，啊，并且与汉学院的教授、同学们交流。贵校的麦大伟教授，啊，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曾经有几次在一起讨论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方面的课题。那么如今地球灾难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局势纷争不断，如何才能化解灾难，促进世界安宁和平？问题的根本在人性，必须以伦理、道德、因果、宗教这四种普世教育来端正世道人心。中国古人对教育两个字是这样的解释：教也者，长善而救其身也。啊，这教育的定义。长善是长养孩子们的善心、善行，纠正他的错误；愚是养子，始作善也。啊，是养育孩子，使他能够做个善人。幼教是上所师，下所孝，上行下效。所以教育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啊，那么中国历代都把教育摆在第一，啊，国家种种施政都是为教育服务。所以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啊，只是到了最近的100年，由于战乱和疏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丢失了。当前第一桩大事就是落实传统文化教育，这确实能把社会教好，能把人民教好。啊，只要人教好了，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地球灾难能够化解，世界社会也能够达到安定和平。那么世界上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都离不开四个内容，
伦理，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些关系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如何我们来在一起生活。那么第二个是道德问题啊，伦理的落实就是道德啊。那么第三个是因果，第四个是宗教。伦理教育，所谓的人与人关系，古人提出五条啊，也就是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君臣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那么这个五大类把人与人的关系统统都包括了啊。那么再向外发展，就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我们今天讲人与不同文字空间生物的关系啊。现在科学家为我们证实，确实有11度空间存在啊。我们相信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多元文字与原词应该是无有穷尽的啊，决定了不止11个啊。科学慢慢在发展啊，我相信啊，将来都能够证实出来啊。关系非常重要，现在的社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啊，我们疏忽这些关系。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教育啊，所以在中国几千年来，这个国家组织里啊，诸位都知道，宰相下面6部啊，古时候4、5没有这么繁杂啊，只有6个部。第一个部就是教育部，称为礼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一切是为教育服务啊。教育摆在施政的第一个项目啊，只要把人教好，社会就安定啊，灾难就化解，世界就和平啊。那么重要的而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是归皇上直接管理的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宗教并不多啊，一个是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啊，从外国请到中国来的啊，公元67年，汉灵帝永平10年，佛教正式被中国帝王李璟到中国来啊，跟中国的缘非常深啊。这一接触之后，谈得很投机啊，很投缘啊，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啊。这是异族的文化，中国古人心胸广大，能够包容啊。佛教到中国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啊，那么中国文化也弥补了佛教文化，就是印度文化啊，互补，通通都向上提升啊，这是好现象啊。
只有在中国，我们相信佛教的我们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啊，我们今天是难以相信、无法想象的，是他们教学的理念跟教学的方法。啊，我们有几个人能相信？人不需要学习，啊，自己能够通达，叫无私自通，有几个人能相信？啊，确实很少人难以接受的，啊，但是真有啊，无私自通的，啊，如果我们读过佛家的六祖坛经，你就明了这个信息，六祖为我们透出来的，他开悟了，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而且很年轻的时候，他开悟的时候24岁，啊，是个樵夫，啊，砍柴卖柴的，干这种事，苦力的，啊，那么这人很聪明，啊，为什么他能够听《金刚经》，啊，还不是一般经，《金刚经》是般若经里头最重要的，啊，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明白了。啊，很难得有这个缘分，啊，有这个真正的这是有学的居士。那么看到他对于听经，啊，他的见解，他的体会，感到这个人不是一个平常人，啊，也就是我们讲的，他是个特殊的天才，啊，这种人才非常难得，难得当时张居士看出来了，啊，就劝他到黄梅禅宗五祖道场啊去学习，啊，那么他有个母亲，这是非常孝顺，母子相依为命，啊，这些居士们很发心，啊，愿意替他照顾母亲，啊，照顾他母亲生活，啊，给他安家的费用，啊，于是他到黄梅，到黄梅见了吴祖之后，吴祖就问他，你到我这来想求什么？啊，那么他所答的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一般人学佛，你为什么学佛？啊，总是求名闻利养，啊，求家人平安，求这些而来学佛的。啊，慧能大师他的回答是：我是来求做佛的。啊，这就不一样了。吴祖问他：你来学要什么？我来做佛，你看这种口气，啊，几句话的问对，吴祖就指导他，就吩咐他到对方去冲米，去破柴，啊，去做苦工，啊，那是叫现在叫义工嘛，啊，他们在这个柴房里面做义工。8个月，啊，实际上我们凡夫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慧能自己知道。那什么？那是参禅的，啊，他的禅不在禅堂，不跟大众在一起，他很特殊，他就在冲米破柴里面参禅。啊，8个月的时间，无足。看出来，啊，平常不说话，不打招呼，啊，看出来了，啊，他这个
功夫纯熟了，啊，这个宣告大众，他要传法，啊，希望没有道场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首偈给他看，啊，如果真的开悟了，他给他做印证，衣钵就传给他。这个话宣布之后，没有人写，为什么？大家都看准了，集成无阻的肯定是神秀，神秀能讲十二部大经，啊，在这个道场里面，他是老和尚的助教，等于说助教一样这种身份，啊，肯定是他，所以没有人写。那神秀自己也知道，人之所以不肯写偈子，一定都是为了他，逼着他不能不写，所以神秀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无尽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写的首偈。啊，那么这首偈贴出来之后，他不敢送给五祖，啊，怕五祖责备他，啊，这个境界还不行，还是凡夫境界，啊，没有开悟，啊，他自己也晓得。那么这首偈他贴在墙上，所以这个寺院大众都看到了，传到五祖耳边，五祖来看，啊，看了之后也赞叹这个偈子写得不错，啊，大家能够依这个偈子修行，都能有成就。啊，那么五祖就找神秀，问他偈子是不是他写的，他承认。啊，五祖嘱咐他：“你再写几首，写一首来看看。”啊，那么这种信息传得很快，这庙里很快，啊，慧能在这个对房里面听到人念这个意思，啊，他就请同僚带他到贴这个偈子的地方，叫我也去拜拜，啊，种些善根，啊，啊，其实他知道。一听这个偈子没开悟，啊，那么他到了也拜了之后，他就把这个偈子改了几个字，啊，也写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是神秀写的，这个慧能写的，啊，立刻就轰动了。五祖出来一看，把这个东西撕掉。啊，告诉大众，没开悟，也没开悟，啊，大家把这个风波就压下去。晚上，五祖就召见他，啊，也非常技巧，都记载在《坛经》里面。啊，月底半夜三更，到方丈室见面。啊，在方丈室这半夜没人知道，给他讲经案件，啊，大概讲的三分之一，啊，我们讲讲《金刚经》大意，啊，他真的开悟了，啊，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啊，他用二十个字把自信为我们描绘出来，啊，得到五祖的首肯给他印证，五祖把衣钵就给他了。他的二十个字非常重要，啊，本性什么样子？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
自性是清净，自性就是我们一般讲真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性啊，但是真心呢都迷了，现在用的呢是妄心啊，妄心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真心没有啊，真心是清净平等的，觉而不迷啊。无量寿经典经题上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我们如果会用清净平等觉，那你就是佛啊。大乘教里佛讲得很清楚，佛跟众生的差别是什么啊？佛眼见识，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佛。完全用的是自性真性啊，佛知佛见。如果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人叫菩萨啊。再降一级，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叫阿罗汉。如果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就叫六道凡夫。啊，所以佛真的他不是宗教啊，他是什么？他是教育。他教什么？教我们回归自性。回归自性，你本来是佛啊。所以像华严、法华这些大乘经上，佛肯定的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成佛没什么了不起的，不稀奇的，你本来是佛啊。就是你现在不能把自信守住啊，你起心动念，这个见色闻声啊，起心动念随之就来了，这样变成凡夫啊，这样就搞六道轮回啊。只要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有一个不搞六道轮回，轮回出不去啊。佛把这个事实真相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如果有人要问啊，初学是免不了的，佛是什么，谁能讲得清楚，能讲得明白？是在讲讲清楚讲明白，就一个字啊，佛是什么？佛是觉悟啊。佛陀这个名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觉者，觉悟的人啊。换一句话说，凡夫是迷失自信的人，这是六道凡夫啊。佛是觉悟自信的人，明心见性了啊。那么他第一个明白了，你看真心是清净是平等的啊。第二句话他说，何其自信，是没有想到自信不生不灭啊，我所有一切现象都是生命的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这星球有成住坏空啊，这就是说无常啊。啊，它是刹那刹那在生灭啊。佛在大乘教里告诉我，
要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认识清楚，啊，搞明白，假的要放下，啊，这个放下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啊，放在心上就错了，就变凡夫了，不放在心上就成阿罗汉，成佛了，啊，佛法就这么简单。啊，如果有人问我，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他究竟讲些什么？啊，用一句话回答：我过去干过这个事情。啊，有一年过农历年，我在台湾，这大概40多年前。啊，也是有一个跟我学佛的一个同学，啊，他在辅仁大学任教，啊，辅仁大学的教授。过年夫妻两个来看我，啊，告诉我，辅大底下的一年开一堂佛学课程，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华严经这一篇这个部分。由他来主讲，我听得很欢喜。那我就问他的一句话，我说你学佛有5、6年了，学得不错了。啊，我要问你，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讲的是什么？不准啰嗦，一句话回答。啊，他想了大概5、6分钟，告诉我。我没有办法。啊，反过头来问我，我说佛《般若经》上有一句话：“诸法实相，行不行？”他一想的时候，点头，的确实行。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现象的真相。啊，佛是把真相揭穿。真相，这我们说出来，我们今天都迷在假象里面，这个假象就像做梦一样，我们都在梦中。啊，明白真相是他梦醒了，他知道。啊，诸法实相。啊，实相是什么？实相就一个字，空。啊，体是实相。不可得啊，变出来的现象也是假象。为什么？常常生灭啊。我们今天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乃至于意的分别之处啊，莫那的分别啊，这个莫那的执着，意识的分别，都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啊，弥勒菩萨在经上跟释迦牟尼佛有一段对话，啊，是佛问他，实际上。他们这些问答都是教化我们的，让我们听的。啊，佛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法相唯识的祖先祖师。啊，佛问他，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个念头，这个念头里面有多少微细的念头？啊，有多少物质现象，有多少念头的现象。啊，佛这一句话问了3个问题。啊，经文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念。
经文是这么写法的。这里问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多少个念头，多少个物质现象，多少个念头的现象。现在科学家信息，啊，弥勒菩萨回答，这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32亿8000年，啊，32亿。乘百千，百千是10万，乘10万，啊，答出来是320兆，啊，320兆，这个一弹指，啊，里面有这么多的念头，念头就是生灭，生灭多少次？这个念头前面灭了，后面生，啊。在这一弹指当中，它生灭多少次？32亿。啊，这个也得32亿8000年，32亿乘8000，啊，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年岁大，体力也衰了，大概可以弹5次。年轻人体力好的，他告诉我可以弹7次。啊，那么320兆乘7，一秒钟2240兆。你能知道吗？这是现前我们所看、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一些现象，全是假的。那所以佛大乘教上常告诉我们：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啊，这都是讲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啊！啊，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离苦得乐。啊，佛教育的目标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失真相，我们对这个真相不知道，完全迷在里头，把假的当作真的，啊，真的是一无所知。啊，其实真跟妄是一体，分不开的。妄在哪里？妄在真里头。真在哪里？真在妄里头。妙绝了。啊，这个境界，大乘教人常说，言语道断。心行处欲，能不能说出来？说不出来。能不能想象？想不出来。啊，想不到，说不出事实的真相。啊，那么不能想的，佛教我们想；不能说的，佛帮我们说。这是善巧方便，所以。学佛法要听看经也好，听讲也好，要听里面讲的真实意，不能在语言文字上分别，语言文字是假的，啊，是它的工具，根本不是它的内容，这一招就难了。啊，你是会了之后，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得大受用，这个受用就是离苦得乐。啊，你真正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的人一定是开悟的。啊，所以苦从迷来的，乐从觉悟来的，要觉悟法喜充满了。啊，那么佛用什么方法？
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这个方法就是教学，用教学的方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断掉了，乐就现前了。他用这个方法，这是佛陀教学的理念，是真实的智慧。所以我们学佛不是学文字，六祖没有学过一部经，他开悟之后一切都通了。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去问他，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你学了多少年没有开悟啊，你听他一讲就明白了。这些东西这是秘诀大乘佛法到中国来，把这些方法理念带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所以儒家的教学重视戒定慧三学，戒就是方法，你依照这个方法你能断定，这就是你的清净心平等心能够现前，它的目的在此地所谓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绝对不是叫你去背书的，不是，他用读诵的方法修禅定知识分子喜欢读书，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这个是很巧妙的我们学起来欢喜读遍书多了，就把妄想念掉了，把杂念念掉了，心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后面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那就成佛了所以背诵念多了，背诵是它的副作用，不是主要的问题，那是附带的他才不管你背不背，我不管这个，主要是你有没有得清净心，你有没有把这个妄想念头念掉这个东西是障碍自信，让自信不能够现前，道理在此地所以他提出来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是一门深入，长时间修你学东西只能学一门，学一门容易得定，学两门就有分别，就有比较就没有法子得定所以一定是一门，这一门当中得三昧了，就得定了，开悟了，一经通一切经通，不但佛所讲的经都通了，所有十方诸佛如来讲的经你全通了，为什么？不离自信你见了心，一切法从自信生，所以能大师讲绝了你看第二刚才也说了，自信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它就是真理，妄心是生灭法，阿赖也是生灭，自信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智慧的能相好从哪来的？是自信本有的，外头没有外面去学，学的是知识，从自己悟出来的就是智慧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没人教你，豁然开悟所以古时候有老师教人，只叫你念，一天念多少遍，叫你把妄想心念慢慢控制住放下，目的在此地到哪一天你豁然明白了，你把这个经历史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给你印证，没错，你开悟了是的，这种教学法很特殊佛教传到中国来学这方法好妙我们儒家学的学去了，
道家也学去了，所以变成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教学的文艺方法啊，大家都在学啊，这是跟现在全世界学所有学校里面通通没有用这个方法啊，但是中国古时候四书里头教学用这个方法啊，四书一个老师带上三四十个学生啊，大概三十个几个差不多，没有超过四十，学生太多了，老师照顾不到啊，最理想的十个人啊，十个学生啊，用这种方法确实能够帮助人开悟啊，啊，有善根的人行，那没有善根的，啊，天资很钝的，开不了悟的，那就真的叫你背书了。啊，背书干什么？将来以后，你在社会上能够学一项手艺，能够生活，啊，这些东西帮助你学习，啊，你认识字。啊，用于在此地啊，所以这个方法是佛，这个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中国人接受啊，也真的用了两千年，这两千年当中有没有效果？有，出了不少圣贤君子啊，儒家的教学是圣人贤人君子啊，圣人跟佛教教学里的佛徒是同等的，当知道明心见性啊，如有没有？有，我们相信孔子大彻大悟，孟子大彻大悟，如果不是大彻大悟，像论语啊，大学中庸，他怎么能说出来啊？这真理啊，啊，两千五百年所说的，现在管用。啊，两千五百年之后还管用。啊，所以汤恩比伯所说，佛教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啊，中国传统文化。也弥补了佛法的缺陷啊，这得到互补啊，大家都提升，都向上提升，是好事，这不是坏事啊。所以我们从这些年的学习深深感悟到，世界上所有宗教的那一些圣贤全都是开悟的啊，耶稣开悟的，穆罕默德开悟的，穆罕默德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设一部古兰经啊，别人给他记录写下来，成为伊斯兰教主要的经典啊，那不开悟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的宗教创始人，所有的各个族群里面的圣贤，全是我们从慧能大师这个五句话里，我们可以相信，这是我们相信的依据啊，那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自信里的通通有啊，不在外头啊，哎，只要你把心定下来，你真的能够一个妄念都没有，一念不生，智慧就现前啊，智慧现前是什么样子？啊，自己喜悦，法喜充满啊！
啊，真正生欢喜心的，啊，处事待人久，你会做得面面都周到。啊，任何人给你提出问题，你不必去想象，自然就回答了。啊，为什么？人家提问题是感，自信他就应，感应道交。啊，自然，不是去思索去想想这问题我要怎么答复你，那就落到意识去了，那跟自信不相干。啊，那么这些各个宗派里面，啊，里面的圣人，祖师大德，啊，像禅宗，啊，过去祖师他真开悟了，现在找不到了。啊，前些年黄念祖老居士还在，那个时候我每年呢都会回中国两三次，去看看这些老人、老朋友。现在一个个都走了。啊，黄念祖老居士通宗通教，贤逸圆融，非常难得。啊，他告诉我，啊，他是中国。新中国建国60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中国建国60年，我到北京去访问他们，他告诉我，禅宗里头学禅的有得定的，没有开悟的，啊，密宗里面三密相应成，真正有成就的。大成就的只有6个，啊，60年当中只有6个人，他知道的真难。最后告诉大家，啊，往后真正成就就是念佛往生净土，脱离六道轮回，真正离苦。你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眼前痛苦轻一点，啊，不是断了，不是离了，啊，出不了轮回是苦根，苦的根源呐，你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路，啊，极乐世界没有苦，啊，它落到什么？没有苦就叫极乐，就这个意思。啊，六道里头哪有不苦？啊，往生到天道，天比人间好是没错，但是它有寿命，寿命到了之后，它还是会堕落。啊，所以这是大问题，佛法真的是大学问。啊，净宗在佛法里头，难信即信。啊，最难得的是南阳，啊，中国的南阳，诸葛亮出生的地方，啊，有个来佛寺，啊，这里面有3个人，这都距离我们不远，啊，他们念佛成就往生，啊，我们最近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印成书，做成光碟，啊，来佛三圣永世集，啊，这些东西，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看，啊，还有一部书，也是最近整理出来的，黄念祖老居士《进修集要报恩谈》，这2样东西分量都不大，但是需要10个小时。啊，你整个读一遍要10个小时。啊，报恩坛里面是黄念祖老居士，可以说他是一生学佛的总结的报告。啊，这个也就是把
禅教一切大臣孝臣所有的疑问都给我们解释到了，太难得了。那我们要是有对佛教里头有任何问题，你去念这部书，里面对答。啊，这两样东西不能不念。啊，佛号不能不念。啊，今天社会中啊，大家见到地球上灾难这么多，你也看到了。那怎么形成的？念头形成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现在人心里想什么？啊，如果心里面都是想善的，啊，纯净纯善，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哪里会有动乱，会有灾难？啊，于是我们明白了，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你要真正相信，念力能治病，不需要靠医生，不需要靠医药，什么病都能治。啊，不但能治病，能够化解灾难，能够帮助社会安定和平。念力啊！啊！这是科学啊，我相信再过个二三十年，科学再往上提升，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现在头一个问题，物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德国的科学家提出来的，也是用了一生的精力，物质是什么？啊，得力于现代这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这么多年来继续不断的研究，知道原子可以打破，看到组成原子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这都还能打破。啊，一直分到最后。啊，最后佛经上的名词叫极微色。啊，是不是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微中子？啊，应该类似。啊，微中子再分，物质就没有了。啊，看到什么？物质没有就空了。啊，看到什么？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啊，这个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它不是宗教了，被科学家承认高等科学。啊，我学佛的时候，我是从哲学入门。啊，老师是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那一年我26岁。啊，最后一个单元，老师授课的是佛经哲学，我非常惊讶，我说佛教是迷信，啊，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味是它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什么都拜的多神教、泛神教，啊，这是宗教的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你，年轻，你不知道，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经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一个单元
认识了佛教，啊，接触佛教，啊，老师告诉我，今天的佛教不在寺庙，我是在哪里？这在经典，你要直接到经典里头，啊，他告诉我，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出家修行的人都是有德行、有学问的。啊，你想学的时候，他会教你。现在这些出家人不学了，他们把经教舍弃了。啊，所以今天想学佛，必须要走其义自见，要走这条路子。啊，要走这条路。啊，走这条路上最重要是信心，信为道源，功德。你要真正相信，佛经上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人的，都是真言、真实语。啊，你依教奉行，你会成就。啊，其而不实，不要用思考。啊，不懂了怀疑去研究研究，越研究越离原理了。啊，不能研究，啊，就是多念。我不懂不怕，我就念。啊，1000遍不开悟没懂得，我念2000遍；2000遍不懂，我念3000遍，一定有好处。啊，这个很妙啊！啊，许多老和尚，啊，真正有智慧，我们向他请教，啊。没有一个不点头，而且多半都是用这个方法开悟的，那不是彻悟，不是大悟，小悟，小悟就能够应付我们现在面前这些问题，小悟就可以应付。啊，小悟是在讲还不到阿罗汉的程度。啊，大悟那就是。中国人所讲的贤人，啊，彻悟啊，那就是圣人，啊，所以圣难，啊，贤其次，小悟几乎一般人，只要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学，都能得到，啊，真能解决问题，啊，那么至于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这个太明显了。啊，在历代，在中国可以说，儒释道是一家。啊，单独学一家不学另外的很少。啊，学儒的他读佛经，啊，他也读道教经典；学道的他也读佛经，他也学儒。啊，学佛的人。没有不读四书五经，没有不学老庄的，啊，外表是也是服装是不一样，里面是通通都学，啊，他能够贯通，啊，所以他能够融洽，啊，这是正确的，啊，你像这个大学。这是最普通的一本书，面对很多，可是义理深广无尽，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明德就是真如自性，我们的自性迷了，不明了，现在上面加了个名字，那个名字是动词。就是恢复明德，那就是明心见性嘛，就把儒提升跟佛一样高了。啊，你用这个来讲去了，啊，在清明，啊，清明是什么？佛法讲的大慈大悲也，啊，在止于至善。啊，至善是什么？
虽苦得乐，你看苦法这一解释，啊，这个大学就变成佛经了。啊，所以用佛可以解释任何典籍，古人所传的，啊，古人留下的四库全书，当然四库全书是圣人写的，贤人写的，君子写的。啊，这个圣人是大彻大悟，贤人是大悟，啊，下面是小悟，没有小悟，写不出这么好的东西，不能传世。啊，所以中国的学术是培养什么人才？培养圣贤君子。啊，最高的圣人，其次的贤人。再其次的是君子，圣人君子多了，这个社会就太平了。啊，好人多了，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修学，啊，落实，大学是前面三个是纲领，三纲下面有报。啊，那就是我实际生活的第一个。是教我们放下欲望，啊，这无就是欲望，无欲。啊，物质生活适可而止。啊，孔子的生活很简单，平民生活的大圣，大彻大悟。啊，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他也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他出家了，做苦行僧。啊，自动的把物质欲望降低了，这个非常难得，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要适可而止啊，心地清净，这里头有乐趣啊。很多人不知道啊，越清净越有法喜，叫法喜充满了。啊，起心动念不想自己，想苦难众生，慈悲心自然现前。啊，我们能帮助多少，来看众生的福报。啊，众生有福，佛菩萨帮助我们就多。众生没有福报，他帮不上。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自己都要懂，啊，格物致知，啊，智慧从哪来的？你欲望少了就生智慧，啊，欲望太多了，智慧就没有了，智慧就不能现前。啊，所以要开智慧，学一样东西，一门深入，一门深入，那是戒律，那是手段，是方法。那他的目的是叫我们得三昧，啊，得到三昧的目的是希望从三昧来开悟，啊，终极的目标是开悟，开悟就是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能大师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句话重要，说明真心是不动的，起心动念心动的，分别执着心动的，啊，心动了，那是妄心，真心变成妄心，啊，所以禅定变成修行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啊，我们讲枢纽。
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的是禅定。所以无量寿这个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都是帮助你得定。啊，只要能得三昧，就是正确的。啊，三昧久了，豁然开悟。啊，终极的目标是叫你开悟。啊，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定，因为自信是本定。啊，自信本来就是定。你不修定的话的时候，你就跟自信相违背了。啊，心一定要叫它定下来，定下来它就成就了。啊，它有疑问，这个不行，要破迷开悟。啊，不能有疑惑。啊，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要真心切切。啊，这都是学习佛法的重要纲领，重要的原则，我们能掌握住，无论学哪个宗派，无论学哪个法门，统统会有这个。啊，看初学的时候好像是很苦，其实他学久了养成习惯，他就得自在。啊，真快乐。然后看到众生芸芸众生他们的日常生活，啊，那真是在造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啊，业力变现出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是真，也是假的。啊，所以虚浮空空，无大千难。啊，能大师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宇宙从哪来？念头生的。啊，这个现在量子力学家把它当作一个命题来研究。啊，现在这些出版的东西报告很多，确实念头产生的。啊，不但九法界是念头产生，佛也不例外。啊，佛从哪里来？也从心想生。离开心想，也没有佛可成。啊，所以佛法深广真的是无尽的。啊，我们这一生最感激的就是老师，启蒙的老师。他要不是这样介绍给我，我们对这个不认识。啊，认识之后，我们坚定决心一直走下去，就会有成就。啊，尤其佛教对人类、对九法界有什么贡献？就是说法，说法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这就是对九法界众生最大的贡献。啊，所以要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你看19岁放弃王位出家，这是放下烦恼障。啊，30岁放下求学。啊，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学过，把他统统放下，放下所知障。他表演给我们看了，这两种障碍放下了，就好修定了。所以到菩提树下入定，入定就开悟。开悟之后，开悟什么？就是一切都通达了。啊，什么都知道了，没有障碍了，那无师自通了，啊，全通了，啊，这就出来教学。79岁过世的，圆寂的，整整教学
49年，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更微细的榜样，我们细心去体会。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见道场？啊，我是老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我这一生没有道场。啊，学了60多年呢，恍然大悟了，有道场不容易开悟。为什么？有烦恼，你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有这么多烦恼，你那个心很不容易定下来。没有道场，什么都没有，日东一时，书下一行，啊，什么妄念都没有，容易得定啊。这个我们要细心观察，细心去体会呀。啊，我们越体会到是这个深处，对于释迦牟尼佛越感激，越感恩。啊，他的榜样太好了。啊，所以从前佛法传到中国来，道场是国家建的。啊，不是出家人自己去化缘建道场，国家建的。啊，国家建有国家派人管理。啊，说这个出家人住在这什么事都不管，这是正确的。啊，出家人一管事的时候就没有不堕落的。啊，这个我们都要知道。啊，祖师大德留给我们这样样子。啊，佛法在中国唐朝是最盛的时代，那个时候马祖百丈建立丛林。啊，那就是正式把佛法的教学学校化了，丛林就是大学。啊，你从它的组织上去看，跟现在大学没两样。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啊，首座。就是现在的教务长管教学的，啊，维诺是训导长，建业是总务长，啊，名称不一样，跟学校知识分工完全相同。啊，方东雷先生告诉我，我的记忆得很深，这中国佛教要复兴，一定要回归丛林制度，啊，也就是要办大学，啊，用古老的丛林那些规矩，啊，这个《百丈清规》《大藏经》里头有，啊，还是依照这个办法，啊，斟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生活方式不相同，啊，可以调整一些，但是以那个为基础为根本，这就对了。啊，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年轻的同学在此地，啊，希望同学们真正发心，啊，无论是学佛、学儒、学道，都是承传传统文化，啊。我们要接受传统文化，要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落实到我们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人处事待人接物，啊，你会做人做得很圆满，你会身心快乐，啊，真是身心健康，少病少恼，啊，用在家庭里面。家庭和睦，用在事业上，事业顺利。啊，这有很多同学家庭已经这样做，得到这个成果，啊，我们都看到了。啊，中国古时候大家庭，啊，那是社会形态，
现在是小家庭，大家庭没有了。啊，抗战时期，农村里面还有。啊，我在大家庭里面还住了些，大概有六七年。啊，我的印象都还在。啊，现在不可能再恢复了。啊，血缘也不可能恢复，所以我就想到企业家。啊，希望企业呢集成中国的家庭美德。啊，苏州吴念伯居士，他的公司就是用中国大家庭这种理念来管理，管得非常好。啊，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么把这些东西一定要学习到，如果我们不能落实，不能做到，那是空谈，那都没用处。啊，一定要做到。啊，企业真的把中国传统家庭美德继承下来，我相信中国会有千年盛世出现。啊，像汉唐一样。啊，这个贡献就非常大。啊，我们自己学习点点滴滴，啊，奉献给国家，啊，也奉献给全世界全人类。啊，如果顾哲再有一年龄的发展，我希望他们能在国内能有20家。啊，像顾哲一样，20家落实传统文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就是这个企业是一家人。啊，老板是家长，员工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员工的父母是自己的父母，员工的儿女是自己的后代，要照顾到。啊，所以企业自己有养老院，啊，是老有所归。啊，自己有指定学校，啊，教育这个员工的子弟，啊，使他们都能够接受到伦理道德、因果跟圣贤教育。啊，这样员工把公司看作家庭，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他会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啊，这公司不需要定什么规章的管理，不需要。啊，自自然然形成一个团结的力量。啊，要人去做，啊，做出榜样来，大家看到了就欢喜了，就能学习。啊，那么我们也这一次到英国来，啊，也听到有一些同学想建立一个大道场，团结全国的宗教，这个构想非常好。我们在澳洲图文马开始做了，我们做的规模小，这个地方做的规模大。那我不敢做大，大恐怕做不成功，小小的做，做个小模型，啊，小的这个模式，大家能看到之后，慢慢再把它扩充，啊，再推广。啊，我做的是一个城市，啊，图文巴小城，啊，做这个城市，啊，现在也相当可观。我给他们建一个道场，啊，叫宗教活动中心，啊，图文巴宗教活动中心，每一个宗教在这里头学习。在这个里面互相学习，啊，在这个里头讲经讲学，啊，众神我提出来，众神所有的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互相尊重，相亲相爱，啊，没有分别，啊，互助合作。啊，让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12万人，啊，80多个族群，
十几个宗教，啊，一百多种语言，我们生活像一家人一样，啊，这就是告诉全世界，不同文化可以共同生活，啊，不同的宗教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至于发生矛盾，啊，发生冲突，啊，没有这个事情。我们做实验，啊，没有人不欢喜。啊，我们还邀请联合国这些大使到我们里面去参观，啊，让他们亲眼看到，啊，鼓励大家到这来考察，啊，到这边来参学，啊，都要做一个好榜样。这个地方规模很大，那是全世界的，啊，我们是一个小城。但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全世界宗教大团结，啊，把这个世界战争永远消除，啊，冲突统统化解，啊，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带给地球永远的这个永远太平盛世，啊，地球上永远不会再发生灾难，啊，根据佛法这些道理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人人都能放下自己，都能想到别人，啊，为众生谋福利，不为个人，我们的地球会变成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我们发心在地球上建立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将来会联盟，啊，个个都往生净土。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老教授的讲学令剑桥大学的师生备受启发，他们与会后纷纷去礼请法宝，非常感恩能够在英国看到这些珍贵的资料。